Hello，我是阿元。我们今天去85度C 买了一个想吃的柠檬小蛋糕。它原本有6个，就被吃掉剩3个，但是还是可以拍。那基本上上面是淡淡的柠檬香味，然后整个属于蜂蜜蛋糕的本体，它吃起来很清爽。然后很适合出游的时候带出门吃，当个小点心，而且非常的松软，也蛮湿润的，不会干干的，蛮好吃的一个小蛋糕。然后售价呢，一包印象中好像45块钱，算是蛮划算的。希望大家会喜欢，也可以尝试看看，吃看看这种柠檬小蛋糕。那就这样咯。哎呦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好，然后继续关注我，记得按赞、分享，然后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是阿渊，下次见，拜拜。